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历史盛迹浩繁。这里以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为代表的汉代三绝名扬海内外。这里交通发达，素有五省通衢之称。这就是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徐州恒兴金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便坐落于江苏徐州高新区境内，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从事旋挖机、钻杆和公路护栏打桩机、光伏打桩机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出口为一体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并代理销售旋挖钻机及二手旋挖钻机。公司占地面积45000平米，厂房面积28000平米。多年来，公司不断加强自主研发力量，并与中国矿业大学建立了广泛的研发课题合作，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和创新，并已拥有数十项专利。公司积极加入中国工程机械专工协会，及时了解最前沿的行业动态及施工工法。我公司已通过了 ISO 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和 CE 认证，对于新产品开发严格执行 APQP and PPAP 程序，并可根据客户不同层次的要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生产工艺严格按企业标准执行，生产管理方面严格执行 ISO 9001标准，将品质、安全、高效的管理理念有效地贯彻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全面提高员工素质，让员工在团队中不断超越自我，激情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个人梦想、团队梦想、企业梦想有机融为一体。本公司旋挖机钻杆系列产品在高铁、高架、高层建筑领域4000余套钻杆施工案例磨练及售后服务中积累了丰富的旋挖钻孔施工经验，不断总结及改进，始终坚持高耐磨、高耐扭、经久耐用的产品特点，为不同施工工况的客户提供整套的个性化旋挖钻孔施工方案。产品规格型号涵盖了宝格、土力、麦特、意玛、日立、利伯海尔、卡萨格兰蒂、CMV、单一、徐工、中联、南车时代、恒天95、奥盛特、宇通、福田、金泰等国内外旋挖钻机主机厂的几乎所有型号。轮式护栏桩机通过不断技术创新与改进，发展成为行业最高效、最稳定的桩机制造商。履带式光伏桩机的研发也是不断总结各种光伏的施工工法，目前研发的 R 系列、F 系列、M 系列机型均能很好地满足不同施工工法的客户的需求，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目前恒兴桩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公路护栏施工、光伏施工、电力施工及绿化施工等领域。多年来，我公司产品已远销欧亚、非洲、美洲20余国家，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完美的服务，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客户的一致认可。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处，恒兴人对品质与服务的追求从未改变。10年来，恒兴金桥公司精准丈量所走路程的每一步，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一切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始终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技术不断创新，力争行业领跑，努力打造恒兴全球品牌，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我公司愿以高品质的产品、完美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与广大用户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恒星科技，欢迎各位同仁来许考察、观光旅游。